请告诉我关于它。我要用。这样才最好的。那一个最强的。这个。对。这一个是，哦，暗黑死神哦。我来去强特兰白雾残留，我听到白雾有白雾残留，我战斗开始，进入迷失的挑战，我赢了，我把你弹到外面去吃小便啊，哈哈哈哈，没想啊，我居然爆裂了，怎么会爆裂？你用手，你犯规。不是，你要用电力战神。我用这个。不要这个，我看过他最终最强。不行，你用那个，我自己用你的。哈哈哈，你的迷失神枪被我弹去外面了，你怕了吧？你看我的大。哈哈，你害怕跟我战斗了？你害怕也跟我战斗，我好。战斗开始。去吧。攻击他！攻击他！攻击吴信义！呵！打停的人就赢了，爸爸。停的人就赢了、哦。停的人就输了啦。那你刚刚说停的人就赢了耶？不是停的人就赢了，输了。到底谁可以转的比较久呢？耶！是我赢了。哦耶！迷失神枪二连败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都不敢再弄了吗？哈哈哈哈，看很可怕。看来这个暗黑死神是你的，是你的克星。战斗开始，战斗吧！去打败他！攻击！攻击他！枪！啊，五枪枪。天天打败他，呵呵，看来我又要赢了，我也要赢了，去吧，天天听到天，暗黑死神很稳定，耶、我又赢了，你又犯规了，吴信义又犯规了，哈哈哈。